录音了。他打嗝声好大，我们来特写一下熊宝打嗝，有没有听到？刚真的被弄。熊宝，你是吃太多了吗？还是你妈妈的奶水把你噎到？他刚挤就有一点点奶水，对不对？嗯。他正在打嗝，而且好大声。熊宝，不要学你妈来打嗝，好不好？熊宝，哦，边打嗝边笑，到好笑。这录影吗？我在录影，录给姐夫看呢、啊。怎么会打嗝啊？你也觉得很好笑，是不是？这么小就会打嗝，而且这么大声，学谁啊？他妈、啊。好像拍高一点吧，拍他的那个肺部呢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还是把它撑住，不然就是撑他脖子，撑他脖子，对。熊宝，大阿姨不是故意要笑你的，这奶嘴好可爱哦。吃太饱了，你都还没吃哎、欸。他会不会是白天才睡觉？这样不行，因为要白天晚上睡。大哥怎么办啊？可以问一下。我问一下，我去问一下。熊宝，阿姨去帮你问护士哈。